由于今次3日2夜的拍摄行程比较紧密，所以我都没什么时间拍片，但又很想记录下，所以以下条片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片段组合在一起的。嗨，我们现在 walk tour 先。好了，首先入到来洗手间，入到来这个位置就是淋浴间，我的空间都挺大的。这个就是隔壁就是马桶位置，可以用小朋友的厕板。这边就是一个大浴缸，望过去就是哇透的，真的透的，望翻床那边。好，跟我来。噔噔，入到嚟就呢度，我哋个海洋世界的主题房。呢度海豚啦，有个电视机喺度啦，跟住因为佢其实呢度系海洋王国啊嘛，咁所以佢嘅主题当然就是以呢個藍色嘅海洋為主，其實都幾舒服嘅，因為係個拱形嘅設計咁樣。哇！張牀都有啲海洋生物喺度啊！如果帶小朋友嚟就好啦。不過今次做嘢冇辦法啦。啊！呢度個露台啊，嚟睇下。哇！哇！望海嘅原來。如果唔係呢棟 building 咧阻住咧，係仲靚。我哋現場睇好靚，睇個月光，月光上啲上啲月光，見唔見到啊？哇！是啊，有冇海豚表演？好靓啊！嗱，咁喺个露台度望翻入嚟咧，就系咁样啦，个酒店房。好啦，咁我哋第一晚咧就比较悠闲啲嘅，咁啊主要都系讲下听日嘅拍摄流程啦。所以頭先就食咗個飯，咁啊翻到酒店房，我而家就要試下啲衫，因為嚟緊兩日拍攝嘅衫都唔同嘅，咁啊而家就試下衫啦，跟住再燙下衫，咁跟住就瞓覺，聽日06起身拍攝。早晨啊，我睇下早晨嘅景，哇，好猛太陽啊，射住我個照呢度。我哋而家落嚟食自助餐，我哋對住呢一個小型水族館。好多嘢食啊！跟住我哋嗌咗，其實唔係好多咯，因為我嗌咗落嚟7點鐘落嚟食。我哋而家喺度等緊埋位啊，準備拍呢度，好壯觀啊！呢度睇下啲魚。拍了一大半都未有，可能因为今晚今天仲零六起身，
跟住拍到去夜晚最少八點半，加油啊！一半我哋而家拍緊鯊魚呢一拍啦。我哋今日最後一站就是拍呢個馬戲團啦。長隆呢度已經是三日兩夜的最後一天了，拍完今天就搞定。今天的流程都是很長的，看看今天可以都不得快，因為晚上要拍完煙花徑。對了，加油啦。這個免費活動就是看海豚。It's